自从港区国安法出台之后，黄黑群丑尽被震慑，走嘅走，散嘅散，拉嘅拉，乜嘢七二一啊、八三一啊，都系得翻个几丁友出嚟搞事，完全都唔成气候。不过有传一班连登仔好似活喺呢个平衡世界里面咁样，继续喺网上做键盘战士，斋噏唔使本，话黄势力仲系领先，民意喺佢哋嗰边，呃自己之余，又催眠一啲随波逐流嘅傻仔，等佢哋以为仲有大把本钱搞佢哋嘅抗争，几丁友就可以凭歪理呃晒全世界，帮佢哋推翻香港政府同埋中国政府。错事当啱事做，既可笑亦可悲。查实由去年反修例暴乱开始，有班连登仔已经开始搞所谓嘅文宣，整埋啲鼠辈图、时间表出嚟。好笑嘅系，总有傻人同傻人一齐癫。跟住佢哋啲时间表去搞事，结果咪变相鱼肉送头咯。信佢哋嘅人出嚟破坏，俾人拉，连登仔就继续做冷气军师，斋吹唔使负责，不停呃佢哋嘅抗争 fans 出嚟做炮灰，认真可悲。炮灰们醒下啦，唔好再俾几粒字同埋啲咳头咳尾嘅头呃啦，张开你嘅双眼，睇清真相，人叫你冲，你就冲咩？